是下意识的侧影，我留着夜深治疗失眠梦呓，那封手写心留在心底箱底，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果唱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多想再见你，至少晚霞我还能撑。我们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果成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多想再见你，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结像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远去的我们，真的起笔想起想念是你的身影，我们提着过去走入人群，寻找着一个位置安放自己。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多想再见你，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结像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远去的我们。房东的猫，语言成语，是动画《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我是王嘉乐，我回家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呀！你们想我吗？你们想我吧？我刚刚是不是拉了呀？是不是？是不是？想你们，你们有想小狼公主吗？哎呀，什么小娘，小狼公主？但是小狼公主她是，现在你想小狼公主了吗？想你年。想你年，谢谢大家 SC， 谢谢大家的上传，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我们皇家骑士，谢谢我们皇家骑士。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让我看看有没有。泪目，先别哭，我都没哭，你先别哭，我还没哭呢啊，小哭包还没哭呢，你们不许哭。乐，注意嗓子。好，今天，哎呀，今天。
今天就不注意了，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天，唱唱歌呀。乐，我好想你，我也好想我们皇家骑士的大家呀。永远相信你，我的家乐小姐，等你回来，等到了，棒不棒？棒不棒？棒不棒？等到等到了，多聊会儿，好啊，好啊，好。今天我们就叛逆一点，今天我们，加班一分钟，我决定了，今天一定要加班。太棒了，太棒了，太棒！大家，那你我不在的时，我不在的时间，你们在干嘛呀？你们有没有想我？你们在干嘛？你们还是在熬夜吗？有没有跑步？有没有好好吃饭？播到四点好不好？哎呀，今天大家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上午冲浪的时候，看到大家，大概前几天吧，前几天上午冲浪的时候，看到大家就是模仿我们那个官方这样做了一个日程表，上面说，周三加乐单播50分钟，周四加乐单播50分钟，周五是加乐的小剧场，周六是加乐的夜谈。然后热评的第一是他加乐看到肯定连夜打包行李就走了，我没有，我告诉你们，贼拉开心。倍儿开心，我今天50分钟，我还以为50个小时呢，今天我就要多说一点话。你们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在干嘛呀？哎呀，是不是太甜了？没关系，就这样吧。好开心。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这是什么歌？再见是吗？不行，今天不许说再见，今天唱歌就要唱那种非常吉利的歌。初见可爱，孩子喜欢，孩子多大了？是不是有好多？今天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好多第一次见乐乐的呀？那我是不是要绷住一下形象？我们有第一次是见乐乐的大家吗？有啊，好多啊，好多啊，好多啊，生四个，又来了。呀呀，可爱呢，这么多。那大家是第一次来见我，不过相信大家应该对我还蛮熟悉的。我之前呢，大家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家乐，但是见过这个家乐。噔噔噔噔，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是不是？对呀，好开心呀！我们的红色高跟鞋也好棒啊！我就是，我在小狼堡的时候，就是经常每天都会去看那个红色高跟鞋，看大家给我发的弹幕，看大家的评论啊！真是红色高跟鞋应该是饱含了我们骑士团很大的一部分的鞋，好棒！加乐，草莓袜子链接发一下吧，以后想你的时候我就把袜子拿出来看看。那草莓袜子真不是我的，我今天不会，我你草莓袜子，草莓牛奶这些小少女的袜子，小软面的袜子我会穿吗？你们小乐也会穿吗？肯定不会。今天我昨天就是昨天贝拉。是的，贝拉晚上送了我一双鞋子，她说是按照我的审美选的，结果我和王嘉然看到之后都愣住了。她的样子就是你没有看到，她是短的袜子，然后上面有彩虹色的飘带。我和王嘉然就，拉吉，你确定你这是为王嘉乐选的吗？你这不是你自己的审，自己就是拉吉，你知道你们拉姐那个比较高贵的审美啊，那是难道不是你为你自己选的吗？然后拉姐说，哎呀，我就是按王嘉乐，我给他选的。然后我说好，我今天一定穿上。然后现在就因为他袜子太短了，大家看不到，但是大家知道今天我们穿的是拉姐送给我们的袜子，也就是草莓袜子，忘掉它，但不要穿我草莓袜子哦。好呀，还在嘴，其实没有。今天呢，因为我好久没有见大家了，然后我在小狼堡的楼顶的话，经常就是自己练歌嘛。然后在假期，不是假期，在请假期间就经常自己去准备了一些歌曲。然后接下来的这支歌曲呢，是蔡依林原唱，然后苏运莹翻唱的一个版本，叫做。他的歌名叫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是我在我们那儿的，在那个楼顶上练歌的时候经常唱的。我唱歌的时候还经常想起你们，因为就是之前骑士团的大家就是陪我一起开了很多歌回王家乐，今天的王家乐这个门面的这个开场啊，就是我们皇家骑士指导出来的。然后第二首歌曲叫做我，那我们你们要不要听听呀？要不要听听呢？听听呢？哈哈，好的，那我们开始吧。不好意思大家，然后我们刚刚这首歌曲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再聊一会儿，工具人想让我们多聊一会儿，我们多聊一会儿，然后就开始跳过这首歌唱下一首，好吧。好听点，是的，乐你回来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大家。这里呢是凯若加乐，来自 ASO，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然后对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走的时候，就是说有一首债要还吗？我就不等大家主动 Q 了啊。那这首歌曲呢叫做一直很安静，这首伴奏应该是没问题的吧，那跟着我们试一下吧。一直很安静，没事，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一直在进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要自在漂浮才美丽，我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给你的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我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以为自己要的是曾经，却发现爱一定要有回应。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除了泪在我的脸上任性。原来缘分是用来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一直很安静，怎么样？怎么样？这首可是大家为我选的歌。哎呀，不能回放，确认。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很安静，一直很安静。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呀，就是美美的那种感觉。那话说，就是我在小狼堡，就是经常唱歌的时候会想到你们。就比如说那首《云烟成雨》啊，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然后上次还唱到了一首歌，上次还唱到了一首歌，我为什么说了三遍？没关系，继续吧。上次还唱到了一首歌，就是想起了大家，是月牙湾，就是是谁的心呀？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念他，那就是是谁的心呀，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念他。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当时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我的心里都是你们。然后结果，5月20多号吧，我经纪人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说。皇家骑士现状，说大家也有一首歌，就是大家想你的时候也会想，就是会听到的一首歌。我说啊，听到哪首歌会想起我呢？是听到哪首歌会想起我呢？结果是这首。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你一生亲吻好我，一世情。就什么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想大家的时候听的是云烟成雨，听的是月牙湾，大家想我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怎么回事？你们挺好的，挺好的，你们做得好呀，皇家骑士，做得好呀，做得好。年迈的骑士重返年也不一定。今天其实，今天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曲的。乐皇家骑士的剑永远为你举的，我看到了，你们真是太好了，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等着我吧，谢谢大家等我吧，你们会生我的气吗？快说，延迟就4秒，我等着。生我的气了吗？快说。不生气了，意思是不是曾经生过气？不会啊，这个感叹号就非常坚定啊，没有。生气的图，不用图，我们就是也大家也不能都是肯定名，就是遇到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都是要指出来批评王嘉乐。就是你们骂我也没关系的，就是我就是想看看大家，就是大家会不会生我的气？生气了，真生气了，真生气了。那好吧，
工具人，那我们要不要把小狼尾放出来？脸在哪儿？这是脸吗？这是脸，哎，这是你的脸吗？嘿嘿，你们脸大不？这是脸吗？啊，好，好看不？是不是超可爱？可爱你，娘娘，嗯，娘，嘿嘿。一把，嗯，不许，嗯，那什么时候忙完呢？要等到什么时候？嗯，辛苦大家担心了，也请大家不要担心我。然后小狼王会这次会靠谱的，会努力尽快处理完个人事务，然后早点回家团聚的。相信我妈，我会靠谱的。对了，就是说今天有很多是我们新进来的骑士们嘛。你们好，我叫卡若加勒，然后是芝江小狼王，大家就喊我芝江小狼王。然后还有芝江，哎，还有小狼公主，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骑士们大家平时私下喊我什么吗？大家私下喊我什么？嗯，等你呢。好呀，嗯。我会走的，我会一直在。说好了，一定要回来，那必须回来呀！干嘛？怎么没有安全感呀？我们皇家骑士一直是让小狼公主很有安全感的，怎么反向了？你们就我会长大的，我会给大家安全感的，我会一直在。即使流言蜚语开成海，好吗？嗯，喊乐是吧？乐，爹喊爹，走错了啊！小狼王，乐爷是什么语气？我就想大家，我对大家印象吧，就是归纳一下，如果是喊家乐，第一种家乐，嗯，端正，家乐，我的家乐，就这种，大家有这种吗？然后还有一个是。如果是我的家乐的话，那种语气就是我的家乐。一般是前面还是趋于正常的播音腔，到了后面到了这一句的时候，感情抒发就这样了。嗯，然后小狼王，我觉得大家喊小狼王和小狼公主的时候都挺嗲的，我们皇家其实就瞬间就变嗲了，你知道吗？就是仿佛就是他们在外面都很。在外面是很凶，在外面就很凶，然后就是来到我们家里的话，来我们家就变成，就有狼狼犬，就是小狼公主、小狼王，我们家小狼王，我们家小家乐这个样子，芝江小奶狼是吧？是挺好，整挺好，嘿嘿，加英英你，加英英，加哭哭，我有一个我的二代叫哭哭。家乐你立字据啊，他的时候那这指纹是吗？这指纹是哪一个？指纹是哎，行，发个动态好吗？承接一下大家对我的思念，好吧。小乐村长，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很多小伙伴是第一次来的，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皇家骑士推荐啊？想跳一支舞，乐乐想跳一支舞，推荐就是我之前跳过哪支舞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可以带着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给大家一起看一看呢。第自己，你们真是给你们画个押，要不咱当场结拜好吗？芒种Troublemaker 啊，还有那个电音的是吗？我的新衣，
那哪一个适合今天的话？今天的话挑哪一个？护花使者，好多呀！我大家真是看了我好多作品啊。虽然我并没有什么作品，呵呵，这样芒种怎么样？芒种怎么样？今天我们带那个，因为很多很多新进来的小伙伴，大家好，这里是卡尔加勒，来自 ASO。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跳一支芒种好吗？哎呀，好了，地儿大了。嗨，工具人，嗨，芒种，嗯，一想到你我就呼呼呼，狂恨别梦就呜呼呼呼，烧起只会埋烟流。芒种，谢谢大家。好久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跳舞了。婉婉，贝拉，你在吗？渴了，有点热，不好意思，有点热。那我能脱吗？我就去换个衣服，别走。
我进来了，我嗨嗨，这里是小狼公主，小狼公主加了卡哦，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大家，欢迎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谢谢婉婉，谢谢，就是个刚好大一个，大家要不你们一起喝点水吧，好不一起喝点水吧，那干杯啊，干杯，哎呀，是不是喝太多了？女孩子在喜欢人面前应该矜持一点。那我就再喝半个，好吗？哎呀，好啦，空了。谢谢王，蹲蹲蹲。哎呀，你就温柔一点，你呼呼呼呼呼呼这样喝，这样喝。然后如果我想说，如果你涂口红的话，可以用那个吸管喝，这样就是减少它沾接触杯子的面积，它是不是省下了一笔巨款？哇哇哇哇哇！女粉在吗？女粉在吗？木马一口，在吗？女粉，谢谢大家。那个超大的杯子每天都要喝，这个杯子是我们工具人投资小姐姐送的，我一回来之后看到桌子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缸，然后那个缸上面印的是2000毫升，一直都是女粉啊。那就摸一口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我看看下面什么还有好听的歌曲。对了，大家想要过好日子吗？大家想过好日子吗？我之前有在之前上次五月一的时候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掉了。就和大家聊到我喜欢吃涮过水的串串嘛，因为我不是很能吃辣，然后在吃东西之前，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去涮一下在吃辣的东西。我今天是怎么了？我今天就是哎呀掉了，算了不要了。哎，就是吃到那些辣的东西啊，会喝一些水什么的，然后有这么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霓虹甜心》。我听到了它的副歌特别好看，特别好玩啊！副歌就是好玩，副歌呢就是这首歌的高潮部分，就是这首歌曲的高潮部分。它的歌词是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Darling， 谁美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沉醉在这样的夜里，对马赛克乐队的，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是选了好多歌，我觉得都特别适合我和大家一起唱的。这就别，你就是挺好的。这就是酷盖吗？爱了，是的，是酷盖。爱你年万万万万万万。好了，还你四个。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霓虹甜心，是不是很适合我和家人？这种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妹妹啊，也是我们团队里的小可爱小甜心。然后这首歌呢就叫做霓虹甜心，那大家看我们唱的甜不甜呢？那么工具人甜吗？
不甜不要钱。东北的，不是东北的，就是浙江，我在浙江住，然后偏东北一点，但你不能说我是东北的，这不行。唉，吃辣建议喝纯牛奶解了，好呀，下次试试。我一般就是吃到很辣的东西都会喝可乐啊，喝雪碧碳酸饮料冲一下。嗯，好的，随时开始。还没唱呢，不能做肯定名，大家等我唱完再说甜，现在还没唱呢。就是唱的不好，如果我拉的话该批评就批评啊，就是客气一点，该都行都可以。霓虹甜心更紧，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在这多彩的舞池，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你是注定派给我的天使，抚慰我不安的种子，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心智，爱是最美的情诗。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就在转身一瞬间，你性感地占领我世界，心跳已融化在音乐，告诉你我的感觉。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所以说甜吗？甜吗？现在可以夸了，哈哈哈哈。有朋友，哎呦，别，有朋友问我加乐直播甜不甜？哇，甜，太甜了，不甜不要钱，哈哈。就是这首歌选的怎么样？我也是觉得很适合我们唱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将胰岛素紧缺。为啥呀？就是照顾好身体吧。谢谢家乐治好我的低血糖，只要你在，我就能等下去，我会一直在，甜甜高血糖，不行，就是还是命重要。哎呀，谢谢大家，也再次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大家，然后也欢迎我，哎呀，感谢我们的皇家骑士，我说超甜的，太甜了。小狼公主明天过生日，可以提前祝福一下吗？啊，来自一个优秀的骑士，生日快乐！那我们和直播间的大家一起祝今年过生日的骑士直播，新年不是。生日快乐，万事如意，一切顺利，万福金安，哇！哎，我今天有点亢奋，细说，哎呀，大家不要这样带我，我其实，你知道我普通话，我是下定决心要练的，我本来就是打算就是震惊一下大家，我还给自己列了一个小计划，我要学会 B-box， 这样我就可以聊皇家骑士了，但是学的挺失败的，已经糟蹋了一个手机了。然后普通话我最近是从元音开始练的，元音，然后就是发现我发那些元音最简单的拼音啊都很困难，就啊哇呃一呜呜呜呜，就这样。家乐可以给男粉一个吗？有男粉吗？还有男粉吗？大家就是说，我说要给女粉木马的时候，大家都去当女粉了。我们想，哎呀，谢谢，有啊，男粉，皇家骑士是时候站出来了。一直是女粉，你现在还在坚持是女粉吗？男粉在此，哦，来了呀，大家来了呀，那男粉，你们想要什么呀？就是。其实我是该给大家准备礼物的，然后你们说你们要什么，然后你们说我要你在我身旁，是不是？妈呀，太少了吧？不是，但要大点的，就是我们皇家骑士女粉帮忙想了，来个大点的。抱抱不行，这不行，你们我会。大家就是我站在这里，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的爱意的。就要波波木马，可以不要搞性别，我没有，只是说，就是男生和女生站在这里，我们有男骑士还有女骑士。然后大家知道吗？女骑士就是我们的宝贝，我们的目标就是保护我们的女骑士，知道了吗？知道了没？木马要一拳是吗？是吗？确定吗？要在一起，在一起，好，都可以。想要你在我身旁就够了，我会的。一拳，你们真是我打不过你们，你们有的时候就是挺凶的，你们有时候就是皇家骑士在保护家乐的时候都是很凶的，手拿着刺剑啊盾啊去来保护我。然后但是到了家乐的直播间，然后皇家骑士就没有带武器，带了猫猫拳，狼狼拳。家乐你坏事做尽，这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坏女人了还要记仇？那行吧，那让我们骑士给你们选最后一个节目，猜歌名，要不
最后一个大家唱首歌吧，唱首歌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非常非常想要乐乐唱的歌曲啊？我嘉乐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是嘉乐，二甲可以是假的，嘉乐不可以是假的。蔡根明啊，真的，你黄佳琪是坏事做尽，我不在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想我，我理解，但是你们不能看我首播视频，你们不仅看了我首播视频，还剪出来一个什么嘉乐首播挑战是不是？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看到这种构图，我看到我那种首播大脸在这儿一个竖屏，我看到这种构图我就立刻把它划过去，没想到还是点到了。好，红色高跟鞋。猜歌名啊，猜歌名，这个第一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准备好了，五个字。第二个字是一首算是方言歌曲，让我红色高跟鞋五个字，方言歌曲第二首。第三首，这首歌曲是嘉乐送给骑士们的这首歌曲呢是嘉乐送给我们皇家骑士的一个昨天的礼物嘛，昨天的礼物。嘟嘟 Q 身骑白马，马马嘟嘟骑，哈哈哈哈，太棒了，猜到了。那大家知道马马嘟嘟骑的应援词是什么吗？就像我们有很多歌都听到了吧？干啥去？戴耳机。哦，整好。大家到了，我们马马嘟嘟骑的歌词一共是四段，到了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丢丢的手势，大家要和我一起啊，驾嗷呜，一起要和我们一起驾好吗？好吗？那工具人，我们一起驾吧！芊芊，妈妈。咔咔咕，咔咔菩萨鸡呀，娘娘我要回客。咔咔菩萨舞，娘娘我要过河。咔咔嘎公他来，我来不活哟，一儿哟，妈妈。咔咔咕，咔咔驾走了，鸡呀，娘娘我要回客。咔咔菩萨舞，嘎公带我骑摩托。嘎嘎嘎公他来，我来不活哟，一儿哟。那换个人签。这还有两个，真的哎，可以了。妈妈豆豆骑，骑到了咔咔谷，驾咔咔菩萨鸡呀，娘娘我要回客。菩萨舞，嘎公带我骑摩托。嘎嘎嘎公他来，我来不活哟，一儿哟。妈妈豆豆豆豆骑，骑到了咔咔谷，驾
我要回客，咔咔菩萨舞，嘎公带我骑摩托，咔咔嘎公他来我来不，火有一儿有，嘎嘎嘎公他来我来不，火有一儿有。yeah,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们是 A 走。来，谢谢谢谢我的队友们，谢谢我们队友，好诶好诶好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六月二六月二，保存吧，这次可以保存。非常感谢6月2号和嘉乐一起共度这么儿童节倒数第二天，然后521过了好多天的一天，非常开心今天见到了大家，我很爱你们，我心里有你们，好吗？记住啊，我心里有你们。嗯，然后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然后好看吧，我特别喜欢夏天，就是夏天可以穿得很凉快，不是，就主要就是人凉快，然后也很开心，然后我们以后也要过很多，哎呀，过很多夏天呢。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谢谢皇家骑士，男粉在吗？哇哇哇哇，拜拜，你走吧，你走吧。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
是怎么上最合唯一的弯弯。